养生很难。你爱研究首先就必须做生活补充，吃顺手段的味道，把你的才艺来点，把小量的给你的工厂一些，让姐姐他们生活性的栽培，有性的教育。所以呢，我把各些资源，在这个岗位上，一直的共同来分享。不过，我在所发现呢，对着收入面对的过程当中呢，也无做支持吼，对道理呢也无做深入这个建立，只不过会当，甲互我呢对我的看法，报告出来，向大家做分享。我有呾准备着一个题目呢，叫做“坚强勇敢面对现实的事”。如果人咧报告过程当中有所不足，还是因不达个所在呢，盼望咱就一个人代表甲互我指正甲包容，这是互我个衷心所盼望个。那么，咱人生过程当中，要怎去面对着生死大事？因为咱拢知影，咱前辈只时常咧甲咱慈悲。人生最大个代志就是生死大事而已。除了生死呢，无任何啥物代志呢，是咱人生当中个最重要个代志。所以面对着生死大事呢，可能有当时啊，讲着生死，有个人就较会排斥，较无爱讲着生死。但是人生过程当中，拄着生死个大事、个代志呢，拢是嘴咧讲个，无迄个勇敢会当去面对嘛吼。所以最近呢，有一个印象呢，那么有一个老太太，有一个老太太呢，伊足心心。这个平常时嘛，乐善好施，所以伊去一间，因迄个镇上呢有一间庙，伊逐间去庙咧拜拜呢，伊就拢求佛啊，我是诚心诚意咧信仰你，你着保庇阮全家呢，大细汉拢平安无代志。我年纪已经食到一大把年纪了。看你什么时阵呢？要来找我回来呢？拢无要紧，予伊个口头禅香也个，就是遐个嘴遐个念就对啦。伊逐个去，就是拢安尼念，一个过一个，一个一月过一月就对。所以即句呢，就变成伊个口头禅。即间庙里呢，有一个小和尚，叫做了公小和尚。伊有呾钟爱恶作剧个。听到这个老太太呢，咱逐天来庙里底拜拜呢，嘴着拢是安尼念着对啦。所以有一日呢，过这个老太太呢，本啊一个早下着来，三支香点呢，嘴着念佛啊，迄个我是诚心诚意底信仰你个吼，你着爱保庇阮全家大细汉呢平安无代志。我年纪已经一大伯啊呢，看伊啥物时阵要带我回去呢，拢无要紧。即摆即个小和尚面里微笑了，后壁就讲讲老太太啊，你真正我啥物时阵拢要带你回去，你着真正要带带我回去嘛？即个老太太就足诚心的就讲是啊，即摆迄个小和尚讲。那恁呢？因安尼，我会来带你参观登记，对。当你听到安尼，这老太太怎精神个，惊一个人怎昏去，对吼。所以咱得去了解讲，虽然这个老太太呢，伊平常时呢独善好施，伊若讲我来食到一片年纪啊，看佛祖啥物时阵要带登记都无要紧，但是真正要来带登呢？伊个会恐惧，伊个会不安，所以咱人生过程当中，生死呢是咱上界执着、上界未了解、上界伊迷惑的代志啊。所以这位老太太虽然她很诚心，每天诚心的礼佛，伊嘛做乐善好施的呀，而且嘛活了一百年纪啊，所以。伊嘛做希望佛来接伊转世哦，
但是伊要买来娶伊当伊的时阵呢，伊阁无爱，所以会当咱会当去甲伊了解讲，这是一般人的心态嘛，吼、哦，啊无对生死的问题有彻底了解，啊求拢是要求福报尔，哦，啊无要去了解就讲，诶生死对咱人生的过程当中是偌尔啊重要啊，啊所以呢，伊就咱就。二六祖坛经的五祖较甲咱讲，讲世人的生死殊待，逆境的将军之求福气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心就白福而可避。所以，咱咪当对这句话去甲了解讲，过去的祖师伊嘛是咧奉劝咱世间人，讲人生世，人生在世，人生在世呢，就是生死。诶，代志上大条尔，为安怎讲？因为每一件代志做唔对，咱阁会当重来。哦，拍片拍唔好，咱阁会当坚持。哦，文章上写唔好，咱阁会当重写。但是呢，唯有生死这件代志呢，就要重来，也要彩排的，也要坚持的。所以人生过程当中，咱要把这个生死当作是唯一的大事。所以讲，逆境将你只求福气，哦，咱拢咧求，求来世福也好，啊，求今生的福报也好。我为人，拢是讲啊，我都有咧做善事咧，啊，我都是咧有咧布施咧，哦，因拢把当作。做善事，参与生死有关系吗？哦，所以讲逆境将你只求福气，就讲逆境哦，诶，迄阵的指引的点主嘛，咱嘛是会当讲，咱有听到这句话的点主，咱拢爱知影讲，咱唔当将你只求福气，哦，如果咱唔当人生在世花费不来十担。只求讲哦，啊，我着爱赚偌济钱，我爱学偌济门，我诶事业爱偌发展。即个物件呢，总是咱早着等伊诶，哦。所以每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咱拢无要找一条会当互咱解脱生死诶路啊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着去家己想讲，诶，咱人诶在生。都唔知影找死的一条路，啊，等啊死呢，较要请叫别人呢来甲咱找生的一条路，哦，所以生死都无要下当求脱离着生死苦海这件代志啊，所以啊，看咱的自信啦，袂歹，自信袂歹就讲。自信的，若去有名利、恩爱、地位、权势，甲咱早的话咧，即个地位、权势、名利，有一天无法度会当，互咱解脱着生死这件代志啦。哦，所以呢，伫人生过程当中，咱会当去了解讲，生死本来是足无奈、足无。很无助，而且是予咱惊慌失措、恐怖不安的哦。所以咱过去时常咧听人讲，迄个鬼惊生，啊人惊死。为什么鬼惊生？因为伊知影讲，人若来这个世间呢，拢是一个苦海嘛，拢是苦的嘛。无迄个快乐诶，有快乐，但是迄是短暂诶，几分钟、几点钟而已啊，毋是永远诶啊。吼、哦，所以鬼惊生，啊人惊死了，惊死了，毋知死了后要对对去，所以人惊死。哦，其实你若知影讲你死迄条路要对对去，其实你对死你都袂惊。像我刚刚迄落顶摆去花莲新馆，应该不是爱讲赖宁咧游迄落扁桃腺来，
伊嘛变死去啊！我对伊甲我讲，伊对生死，我感觉伊对生死看得很破啊！哦，因为伊要去开刀的时阵呢，伊佫甲因彩来讲，你毋免烦恼，哦，这一定 OK， 伊的心拢袂恐惧呢，袂因为伊要去开刀，啊，看因，等到伊佫会安慰因彩。所以，我常在讲话的是会对谈的中间的，迄感觉伊对生死的真正看会开啦吼，未像一般人讲哦啊，得到癌症啊，我你要烦恼讲啊，我搁有外久，人搁我搁有安怎，他好像心情放很开哦。哎，因为伊呾讲，因为我著知影，我即条我即个假体若袂用一个时阵。我的人生要归零对比，伊清清楚楚，那清清楚楚啊，所以伊对生死伊袂恐惧，哦，咁我讲，啊，着即个肉体无好用啊。